我以前好怕奇迹。为什么呢？我是个人，有这起初的时候困难一定会有的，他们是紧张者，所以他们有一些症状，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病情。你陪伴和关怀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他们缺少爱了。 一个是羊，这个马个，这是马啊，不公是吧？怎么流血去？是水羊。你怕你忘记是吧？啊，我以前坏，就一次，他去他找我去医院哦。自从来这里了，不是一次了嘛，我看了10多次了啊。他去一个咖啡店去买东西。 直接就翻人家的那个桌子倒，就跟这样他们商量了，我们就去做一个 report 跟那个警察局咯，拿进去，精神人给他住一阵子了，给他反省了，我们再带回来。我发单没哭，不要我呀，是个假警察站，感恩师傅，我不就去笑啊，给我不被悔改。 不知道什么错，医生叫我身体躲开，不要生气。那一次过后啊，我就看他真的是改过了，啊，算起来是我们将做，就帮到他了咯。他每一次都不要跟着我洗厕所的，我问他洗厕所，你心里。 怎样？他讲很高兴啊！我现在不怕奇迹，希望来，他们顾我，带我去看医生，拜爸爸妈妈婆婆。婆婆，是对的，带我来帮你，我做工啊，顾不家，婆婆安心去接单。 你好啊，大伯。哎，龙牙。爸爸。怎么你要搬酒搬不了？不可以吃饱。谁跟你讲不可以吃饱？奇迹人讲啊，我新来时候做汉堡啊，人讲不可以吃饱。现在你要做什么？搬去请您，有早餐啊，早餐搬这边哦，搬酒啊，谢谢你。 然后后面呢，奇迹耶，这些都是传递的力量啊。从2014年开始啊，我们照顾到他现在，可以看到他有成长啊，就是从没有做工到有做工，然后还会来付出啦，就是用钱金钱可以买到的哈、哦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后面真的有成长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全部奇迹人才让我。